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Julie，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新专辑里面的首播主打歌《台湾》。《台湾》这首歌呢，是充满了爱，然后用生命力唱出的一个歌曲。那我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能跟我一样，能深深的感受到身边，还有你所居住的地方，我们对它有多么深厚的感情。仰望天空，微笑中有希望。